多发的有好多，刚刚讲了，大部分多发的是炎性的嘛，它那个癌变的几率比较小嘛。那如果你有并发的一些症状，就对症的处理，没有的话，那你就是每年复查就可以了嘛。他刚刚我们不刚刚说的多发的这种恶变的几率要少嘛？但当然有一种，另外一种，刚刚我也讲了，另外有一种这种多发的，比如说这个基底是广基的，就是那种基底比较广基的，还有就是无地的嘛，没有地，我们息肉不有这个地嘛？但是它这个就是这种广基的这种的那种的这种的恶变性也会很高，那你这个就得做胆囊切除术了。